重70公斤、新榜排行第34名的柳阳杰。各位，你们现在看到的是我们号称包邮区，也就是江浙沪球队的5位队员。哎，对抗啊，中外对抗、啊。这个柳阳杰呢，他的虎扑 ID 是打铁不算桌，一上来一记中投，兄弟啊！看柳阳杰还是中投，还是他的节奏，2-0，2-0，差点被带起来。这边小拜佛，过了，换上上篮漂亮，连进3记球，还有一滴血，对，还有一滴血啊！双方现在血量。明星队还有5滴，包邮区同样还剩5滴。上篮这一球漂亮，一个拜佛。这已经是明星队啊，防守最积极的一位选手了，防守特别积极。对，打铁加速了，转身。这边上篮打进，漂亮。这球太难了，就不抛球，就跟着你。选择中投，这一球被干了，这一球还能打进，太难了。让我想到青岛干的阿庆。两个人都是起火的状态，没办法，徐长龙的一滴血被打掉了。柳阳杰看能不能打进一球，防守真的恐怖。哇，这个球啊，能打进，我觉得已经很难了。我